那个时代武行是最蓬勃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真正的本身上建功。60年代到80年代，香港的动作是最好创造，是电影圈里面最顶峰的难度动作。我们那代是真的很辛苦，全部是硬拼硬。为了表现你是功夫界最牛的，你会做很多傻的事情。国外的人来看我们班，就跟我们的武行说：“这样你们也敢做吗？这个动作谁做谁死啊 ！”Stuntman never say no， 特技人从来不会说不行。冇办法啦，有时呢动作咪好睇咯。大家都说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就做给你看，就是有可能的事。这是卯上了，用命来拼。要不是我的还是对，什么都能干。那是用命换回来的呀！我现在体重跟大哥差不多，你做了还没死，然后大哥就来了。两个月唔得，大哥来看，救人！哇，讲救人，讲收工，也是因为这样的冲劲，让香港动作电影一个拼搏年代。真动作是不可以取替的，他们以前做的事情往后也没有人会做得到。